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刘海啊，就是个心眼很好的人，他还真比我想象的要好呢。啊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不相信这个刘海有这么完美，我得去试试它。对不起啊，九妹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山里面特别不安全，我刚才要是不拉着你的话，说不定你就会碰到黑风寨上的那些土匪或者妖精，说不定啊，太可怕了。你别不信啊，我们村里就有人被黑风寨的土匪给打伤了，现在黑风寨的土匪啊不止抢钱呢，他们还会盗树啊。那你不怕吗？我当然害怕了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得采药砍柴去卖钱，再害怕我也得来啊，要是没钱去哪买吃的？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还得赶着送药去呢，你也赶紧回家吧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还有事情问你呢。什么事啊？就这上一次的事情，你就没多考虑一下吗？上一次？什么事？喂，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记得啦？我记不清了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就是我要嫁给你的事。哎，九妹姑娘，你就别再拿我开玩笑了行吗？我都已经说了，我就是个穷小子，没钱娶媳妇的。那我们先做朋友也行啊，你看我们都见过好几次了吧，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嘛，我们怎么地也算是朋友吧。那也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以后你干什么我就陪你干什么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说九妹姑娘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行吗？我还得送药去呢。想走可以啊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们形影不离。我好好好，我答应你行了吧？真的好，那你赶紧去送药吧，别耽误人家治病救人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算数的。那我先去送药了。嗯。Thank you.
你这是要干什么去？三姐，今天常德县有急事，我想去看看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常德县现在那么乱，又那么危险，你修行这么浅，万一遇到善德观的道士怎么办？他们一直不许咱们擅入人间，如果遇到他们，你跑得了吗？是啊，你平常不潜心修行，连最寻常的法术都不能熟练运用，要是遇到了他们，你连跑都跑不了。我才不怕那些臭道士呢。三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大家陪我一块儿去，我绝对不会出什么事情的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一下了山就不是你了。赶紧回去练功吧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我就要嫁给你。哎，九妹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嫁给你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想走可以啊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们形影不离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行了吗？那你赶紧送药去吧，别耽误人家治病救人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可要算数的。三姐，我要给你斗法，如果我能斗赢你，你就放我下山。好，只要你能跑出我的手心，我就放你下山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可是你要跟我打赌的，现在你输了，回去修炼吧。我刚才还没准备好，你就动手了。你还要准备什么？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，还想逃过一峰道士的桃木剑？更别提他的阴阳锁了。三姐，你就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吧，到时候我给你们买很多礼物回来，怎么样？九妹，你是我们的好九妹，最聪明也最听话。修炼对你来说最容易不过，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，你也就三个月就练成了。什么？三个月啊？三个月不算长，一晃就过去了，很快的。你就安心的在这修炼，送他回去。走吧，九妹。你们就知道欺负我一个人，哼。
怎么能进来？我怎么出不去啊？只要你能驾驭地灵珠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又是修炼。不是我们非要管着你，只是在你完全掌握灵珠之前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。这地灵珠，1000年才有一颗能够炼成。 少不了有人心怀鬼胎。可是为了这珠子，我哪里也不能去了，这也太冤了吧！大姐，我可以不要吗？既然那么多人惦记，那还是你自己收着吧，也省得你们提心吊胆的。我也自由了。你少在这胡闹！ 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九尾狐仙家族修炼成一颗地灵珠是多么的不容易？哼，我才不稀罕呢！那是你还不知道这颗地灵珠的妙处。这地灵珠能够普度众生，为众生减免苦痛病端，还可以避水熄火，神通广大。你不稀罕？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求都求不到呢？这么厉害啊！当然了，所以啊，你才要千小心万小心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刻苦修炼。等你能够真正驾驭这颗地灵珠，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？哎，那我就可以出去玩了吗？ 当然了，大姐，九妹怎么样？总算把她劝住了。这斗智斗勇的，比练功还要累呢。从现在起，九妹不能离开洞府半步。 刘将军，别来无恙。原来是魏将军。刘某早已卸甲归田，魏将军为何苦苦相逼？我想刘将军心知肚明吧。
把叛军交出来。我这里只有病人，没有叛军。想窝藏逃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研究道术的，不止你刘振兵一个人，太守底下高手多的是。要不是太守念你当年救过他一命，你早就被满门抄斩了。马上交出随身之物，找你不死。告诉你，在德山只有我才是王，山上没有像样的郎中，我要留着他给兄弟们看病。这么说你也想趟这趟浑水？今天的救命之恩，我会帮你记到账上，以后连本带利一起要回。去刘家湾探听虚实，东西绝没有落在刘振斌手里。那么黑风堂的土匪呢？区区一帮土匪不足为虑，刘振斌
绝不会把秘密透露给他们。我们的目标是刘振斌。是。老爷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地灵珠的下落啊？如果早就找到，何至于有今天？老爷息怒，小的一定尽快找到地灵珠的下落。尽快，尽快，尽快是多快啊？都20年了。记住，一定给我看好金丝瓜井，绝对不能让太守的人知道丝瓜井的秘密。哎，老爷，要是我们找到了丝瓜井里的仙界至宝，干脆杀了灰鹰的太守，放了算了。放肆！老爷息怒，你白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谢家归田的原因。我来到常德，就是不想再在尔虞我诈的宦海里沉浮。我要把常德建成真正的世外桃源，一个不被太守欺凌残害的世外桃源，一个不被世俗侵蚀的人间仙境。小的明白。要想得到这一切，必须要得到武林至宝金丝瓜的无限法力。老爷放心，我一定要找到九尾狐，得到他的地灵珠，将功折罪。老爷，我只是不明白黑风堂的土匪为什么搅进来了。他们用意不明，我们不可妄动。如果他们一旦染指的话，早晚我都会除掉他们，不能让他们享渔翁之利。不过现在杀他们还不是时候。是，小的明白。把王都尉好好的厚葬吧。是。老爷，林县令的家丁送请帖来了。去吧。是。老爷，是林东升的老婆要开正阳武馆，邀请您参加开张典礼。哼，什么开张典礼，分明就是勒索钱财，一帮贪官。哼，去，马上备一份厚礼。老爷，你不是一向不支持和林东升来往吗？这次通过林东升捐了个太医的位子，太守对此事已经有所警觉，我们就是想让太守看到我们见利忘义的小人行径，这样太守才不会对我们产生疑心，让他们觉得我们这是一心锦衣赚钱。可是太守能相信吗？太守不是一直想让少卿去吗？那就让他去吧。老爷，这是让少爷去当人质，这怎么行呢？兵行险招啊。是，小的明白了。Thank you.
不管用了，可我怎么才能出去呢？ 喜鹊来了，嗯，又找九妹来了。不过，九妹现在修炼，哪儿也不去。修炼？怎么可能呢，吴姐？我刚才还在外面看见她呢。你看见她了？嗯，在哪儿？就在路上啊。不可能啊！我一直在这看着，她能去哪儿啊？啊，对了，就是九妹让我回来告诉你的。 他出去愉快就回来，让我告诉你不用担心。九妹又在我眼皮底下耍什么鬼把戏？
这些年来，就只有九妹不嫌弃我。 王员外送的啊，真不错哎！王员外出手大方，还是王员外出手大方。一、二，哎，见过林大人。啊，白管家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咱们常德县的员外们捐赠的礼品和财物。 连长的百姓也捐了不少啊，实在是没地方让你上座啊。这是我们家老爷给您的贺礼。哦啊啊啊！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你说白管家，刘老爷又破费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这些财物呢，收起来。 就是为了剿匪的。是是是是是，这黑风寨的土匪们呐，个个是武艺高强，都会道法。要是剿灭他们，实属不易呀。是是，这些钱主要是用来训练武林武士，聘请高手啊。林大人为常德百姓着想，急百姓所急。 实乃常德百姓之福啊！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嘛。林大人，在下呢还有一事相求。白管家，不必客气，只要本县能做到的，我在所不辞。<笑>那在下就直言了。我们老爷想要一个御医的身份。哎呀，这个御医，哎呀。 这个钦点御医实在是不好办呐。再说，这个上上下下的关系都需要啊。哎呀，这真是难办。林大人放心，我家老爷和在下都深知此事不易，这个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。 <笑>哎呀，刘将军早年戎马，为国效力，在咱们常德县乃是远近闻名啊，就是造福百姓，下官也力荐刘将军能得到钦点御医的名分呐。那多谢林大人了。哦，我家老爷说了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啊啊！我要是不接受。 那就却之不恭了，那就全仗林大人了。好说。
好说。啊，那在下告辞了。走好。走好。走。慢走啊。还有。哎呦。还是夫人计策高啊。李海哥，这次我爹啊又酿了一瓶好酒。是吗？一会儿啊我给你捎过去啊。好。老板。啊，玉。杜鹃姑娘。老板，我们这是给您送酒来了。哦。老板，这次能不能多买一点酒啊？实话不瞒您说，我们这店小，多了也没地方放。要不这样，我买两坛，你送我一坛怎么样？这不行，我这本来就是小本生意，这个照这样下去我就亏本了。哼，杜鹃姑娘，我可是你们杜家的老主顾了。哎，要不我们不送了。不送怎么行啊，你别在这儿瞎搅和去。老板，要不这样，两瓶酒给你并掉一两，也就是您才给这个价钱，您说怎么样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谢谢老板，我让他们把酒搬进来。哎，快去啊！搬进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辛苦了。嘿，老板，来来来来来，老板，你看看需不需要一点柴火呀？嗯，怎么砍这么多柴？嗯。我想你们店里也需要点柴火，所以要不一起买了去吧。嗯，你呀是越来越能干了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嗯，这些柴火呢，你要是全都买了，我可以给你便宜点。这柴火是不错，小伙子人更不错。杜鹃姑娘，你是越来越有眼光了。哎，老板，嗯。您别开玩笑了，杜鹃姑娘只是帮我忙而已。她帮你的忙，你帮她的忙，你们俩相互帮忙，相互帮忙啊。这柴我都要了，你啊给我搬进去吧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柴都帮你卖完了，怎么谢我呀？谢谢。我要你请我吃饭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我带你去吃常德最好吃的米粉。嗯，把二黑哥也叫上。什么？叫上他？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啊？我不去。二黑哥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这段时间也难为杜鹃了，要不是黑风堂的人，杜鹃也不用天天跟着我们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只要我们把黑风寨的人收拾了，二黑哥有你忙的呢。就是啊。嗯，那你真心疼我让我不去呢，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前面那个酒馆要不你自己去送行不行？哎，杜鹃。啊，二黑哥的伤刚好，你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去呢？哎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俩快去，快去啊。嗯，哎，二黑哥。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去去去去去去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小翠，你去查一查，常德县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，都来过了吗？是。杜鹃，咱们赶紧吧，再晚咱们就吃不到米粉了。着什么急呀？还没逛一会儿呢。嗯，我这里江海国好友一定啊。侯大姐，哎，我的亲啊，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？比他还要多。
来走喽。海哥哥，你带了万件行囊，走喽，行囊，走喽，行囊，嘚来，嘚来，嘚来。那我就比不上啊，我看你就捏僵了他喽。刘海哥，你是我的福啊，胡大姐，你是我的妻喽。刘海哥，你带人往前走啊，胡大姐，你随着我来行喽。走